洛阳万塔，不见浮屠塔。莲法星罗难寻十二人。自长安元年起，朕好几年都见不到高密者了，原来都被灭口了。 神都接连发生命，此事因为你而起。杀了你便可离开，那你不妨试试。我很好奇，一个曾经守护神都城的人，为何会变成今日这样？不知道。你看到的，不一定就是真相。杀过人吗？没有。打过架吗？ 最后一道了，大业将成。莫非是指神都将会有场浩劫？你搅进这盘棋局的，能有几个是良善之人？ 还有一种可能，我们看到的都只是假象。